小巨人，他的影子就是本尊。生命中还有许多不完整，我会好好补修学分。我是风，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从你身边飞过，或许你不曾注意我，但会看见树叶飘落。我是风，在你低下头的时候就从天空划过，你注定无法看清我，只能感觉白云飘动。一个人有多大的能耐，不能只看他的外在，一颗心到底挂厉害，气挂卖力就在。我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巨人，他的名字叫做诚恳。也许没有当好人的天分，但从不放弃任何可能。我的心里住着一个小巨人，他的影子就是本尊。生命中还有许多不完整，我会好好补修学分。生命中还有许多不完整，我会好好补修学分。心跳很快，170，修 VPC， 准备电极。喂妈，你卡电话给恁爸爸，问伊是安怎变安尼？我好朋友伊爸爸拄才手术的时阵差一点仔走去。我即马真忝，无气力甲你讲话啦。爸的代志，我再去甲你讲好无？再见啊。
杨家雄的家属。医生，我就是啦。医生这么紧哦，杨家雄的手术该完成啊？手术完成啊，阮伫直肠的部分有找到10粒肿瘤，淋巴结的部分嘛有2粒肿瘤。不过哦，手术算顺利啦，伊即摆哦伫恢复室咧休困，状况稳定，会当回去病房啊。哦，安尼我知影，医生，多谢你，多谢。十二粒肿瘤，那才多啊！就连淋巴嘛有啊。师兄。师兄，我就这样，我就这样了。师兄，你放心，以前我跟我，你的手术加成功，我带去，你平安我带去。我这条命捡回来啊，真正捡回来啊！师兄，你清醒啦？哎，你自从美国到今嘛，无当去困哦。昨暝哦，你恢复室送过来病房这边的时阵哦，都已经两点嘛。我过去哦，就只眯起来，较免半暝开车啦，吼。哎，你护士小姐会甲我照顾，你那也够鬼美啦。哎，好啦，你等去上班啦。不要紧啦，我时间够会好啦。哎，师兄，你今晚刚刚安怎？这空嘴会疼无？袂啦，袂疼啦，哎呦。哎，你别啦，你别坐起来，袂用的啦，你才当手术完呢。都好，让我陪听他，好。杨师兄，你是来足搞人吓惊的呢？啊，要动手术也免甲我讲哦。啊，小刚昨暗来，伊知影啦。昨伊敲几工的电话互你啦，拢未通呢。伊安尼愈想愈烦恼，啊，一下班哦就走来病院找你啊。那问护士小姐，毋才知影讲哦。你跟你去动手术啦！啊，你廖准讲，啥物拢莫甲阮讲，都拢无代志啊哟！你又唔知阮安尼三无脏，啥物代志拢唔知影，迄毋才真正有紧张，你嘛唔通安尼。啊，歹势啦，后摆唔敢啦。啥物叫后摆？开刀敢好待哦，一世人一届就好啊。哎呦！哎，随意啦，随意啦。苏敏啊，你是讲煞袂啦。杨师兄哦，打人手术尔呢，你毋着会好好休困。自你二来到今嘛，你话也袂停过。歹势啦，人我是真正看你安尼开刀哦，看我就唔甘的。我买这啦，樱桃，互你补血啊，阿哥。这营养品哦，一天喝两罐啊，
紧食食，紧补补。啊，食完了哦，秋刚才过来你买来哈。来来，我来去。哎呀，阿哥唔知影会当食物件无？你搁要开钱买一堆。不要紧啦，先甲你囥在遮啦。啊，医生若讲会当食哦，你赶紧食哦。你昨暗晚来动手术，时间遐尼长着，唔知流偌济血去。啊，紧食食，紧补补转来哈。好，好啦。啊，人看到啊，物件嘛一堆啊。恁好，回去啊啦！啊，恁先回去啊，我要休困啦。淑敏啊，嗯，我看杨师兄哦，真正忝啊啦，咱就回好好休困，我那先离开啦，好。好啦。杨师兄啊，哎，恁若有啥物需要吼，直接电话吼，啊，护士小姐随款过来。也够啦，这医生交代哦，吼。讲你即摆吼，千万袂当乌白颠倒啦！你工作无好，知无？爱听话啦，哈！哎呦，我伫遮做志工遮侪年啊，谁个爱你教？你紧转去啊啦！师兄，啊，你都爱保重呢。啊，等你出院了后吼，还搁转来泡茶哦。叶玲哦，袂当欠你一个哈。你现在有在无用无？无啊，哥，什么代志啊？啊，就头段哦，有一个师姐来甲我讲，爸伊，爸顶礼拜吼走去动手术啦，啊，胃大肠是直肠的胃底哦，摕骨疗了肿瘤出来呢，啊，今嘛吼还搁在大医啦，啊，伊走去动一个遐尼大的手术，我竟然完全拢唔知影，因海当连这款代志嘛要问我哇？你打电话给我那晚已经住院了，既然打电话是怎么要跟我说你要动手术，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是很怕的，是怎么要跟我说你需要我的陪伴，就这样简单几句话怎么这么难开嘴。工作恢复了袂歹，假使吼你也感觉这痛的程度你有法度忍受吼，我著甲止痛药来量减少。止痛药莫吃啦，无要紧啦。手术了加减拢会痛，小可代志。是讲医生啊，
啊，我的切片的报告刚出来啊，是良性还是恶性啊？切片的报告吼，爱过几工才会知影，啊，毋过无介乐观哦。淋巴结已经有发现肿瘤啊，这就表示有扩散现象，所以我会建议你爱过做进一步的治疗，像有可能是化疗甲电疗做伙进行。这个部分就要等切片的报告出来以后，再由肿瘤科医师来安排。你也莫想过悲观啦，只要照步来，好好治疗，就算是后期癌症，也是会当控制啊。坐下了。你好，阿小坤，哈。算是后期癌症，也是会当控制啊。后期癌症，后期癌症。阿叔讲，我的性命敢若剩三年、五年，我绝对袂安尼过日子。借问一下，迄一三一九的杨家雄不在病房呢？啊，伊是去做检查还是？伊无伫咧病房，那安尼，伊应该是去别人的病房遐。去别人的病房？啊，是安怎去别人的病房啊？这我妈妈唔知呢。你若爱听哦，我逐工拢来讲互你听，好不？爸，爸，迄医生跟我讲，你会当安尼四界爬爬走啊？我来陪别个患者开讲，我来做志工呢，那是爬爬走啦。啊！你即马才动手术尔，应该倒在眠床顶好好休困才对啊。我才给你做护士啦，啊，手术了本来就是爱落眠床，加行加活动，安尼迄空嘴哦好了才会紧。啊，这点连爸爸都知影。你要行，啊要活动，安尼拢会用的。要唔过再跟你去别人的病房做志工哦，一点啊关系拢无啦。搁再讲。你着穿这住院服去别人的病房做志工，爸，啊你安尼足无说服力的呢，人哪会听你的呀？你安尼讲就唔对啊啦，爸爸穿安尼哦，唔才有说服力。别个患者若是看爸爸安尼哦，因就会想要问啊，啊大家同款拢破病。是安怎你会遮快乐？安尼爸爸就有机会甲因鼓励啊！我会甲因讲哦，心情着爱放互开阔，病着好一半，知无？谢谢啦，
啊，你哪会阁爬起来啊？恁陈世伯，别是想这予我啦？我拄只去看迄个患者，看伊敢若经济无啥好，一定买袂起这种营养品啦。我摕几罐仔去予伊。爸，陈世伯就是知影你唔甘买这营养品，伊才会买规箱予你补体啦。这是陈世伯的心意呢。啊，你知啦，啊，不过这无相呢。拄只迄个蔡先生哦，一定买袂起啦。哎，你才开腹腔手术，会用个提重的啦，我等下才提。好啦，你提你提。这里哦。行，较慢啦。也袂好，行路袂用行啊紧啦。爸，我甲你讲，叫你行较慢呢，啊，你哪会拢讲袂听啊？行较慢是要行较当时啦。哎，人古语咧讲啊，时间就是金钱，你捌听过啊？嗯。啊，你退休老人呢？老的无啦，你时间上多啊！春花啊，啊，恁爸爸今摆人安怎？恢复了袂歹啦。啊，肿瘤敢有调清去？医生敢有讲是良性还是恶性的？我今仔日无时间甲伊讲到遐啦，要毋过又讲，迄病院的医生甲护士对伊拢足照顾的。这个人哦，永远就教袂乖啦，连开刀这款代志嘛伫咧温骂哦。啊，伊就是足厉害的哦，迄开刀完拢毋免人照顾的哦。对啦，啊，你应该有食过袂？有啦，有食过啊。我有煮一点汤啦，恁两个再去睏，哈。你哦，才甲恁哥哥参详看卖咧，看恁兄妹仔要安怎轮班去病院照顾恁爸爸啦。妈，拄则我离开病院的时阵哦，爸有特别交代啊，伊叫我甲哥哦正常去上班啦，啊病院迄边哦有志工会甲照顾啦。啊病院志工人嘛有因的工课要做啊，啊毋是请的看护是啥要插伊啦？这个人哦，哪会这么莫名其妙？都已经剩半条命，还要这么挺着，到底是要证明什么啊？爸，啊，你是好啊未啊？这袂好啊啦。你无入去，甲恁爸斗相共哦。伊巴肚的空脆真长诶，即摆阁装造口，去身躯的时阵也真细腻诶。像我，拢是阮太太啊，甲阮查某囝
甲我试身躯的。阿仁诶，平素甲你占遮久，无要紧啦。去好大啦！你面巾好啊，我家己切啦。我帮你切啦。在听啊，小可啦，爸，啊，你这造口是临时的，还是？这对我一世人的啦。动手术之前，医生嘛唔知影要做到一步啦，要刀开了才知影。肛门嘛要提掉了，做就做啊，过几阵嘛就惯习啊啦。爸，也毋过这人工造口的清洁甲维护，毋是亲像你想的遐尼简单呢。若是小可无注意，就会感染着啦。我知啦，造口师拢有甲我讲啦。伊嘛拢有甲我教这安怎穿啊，好啦，免烦恼啦。阮两个哦，才拄识识尔，等时间较久的哦，我甲伊较熟啊，就变作好朋友啊。安尼，阮两个就会当做伙行一世人啊，无问题啦。啊，恁妈就是讲哦，恁爸爸诶身体还阁真勇。这边哦，不管伊安怎讲，绝对袂用予伊做主。你甲姚全，若是上班无法度请假，啊无就是我去陪伊照顾伊啦。妈，啊你脚着无啥方便啊，那着安尼啦。搁再讲吼，爸袂予你照顾伊的，就算伊无爱嘛，着爱。拄才动完手术，逐工吼拢爱有人甲伊擦身躯，啊三顿嘛爱有人看的。敢若食病院遐个物件，营养哪会补会转来啊？今日哦，我有去买巴西蘑菇，还佮有莲藕。明仔哦，我着炖一鼎素食的补汤，早去病院互伊啉啦。妈，啊也毋过爸即摆敢若会当食较软的，还是流质的物件？你迄汤哦，先莫啉啦。啊无哦，着早汤着好啊，了莫炸啊。唉，煞煞去啊！我看哦，我明仔来西药房，啊问看卖啊，有啥物手术了后会当食的补品好啊。妈，我遐是无赞成你去病院啦。你甲爸离婚遐尼侪年啊，爸在路会拄着你，搁还假做无看到呢。伊就是无想要你去想着过去的代志，才无欢喜啦。即马搁是即款状况，你着予伊伫病院好好休困，安尼好无？姚春花啊，你是安怎甲恁哥哥共款，拢无了解妈妈的心啊？
两天哦，只要受到伊拄只动遐尼大个手术，阁拢无一个人伫咧伊身躯边甲照顾，我着替伊感觉足艰苦个。虽然我甲伊离婚啊，也毋过我无想要看伊遐尼可怜啦。就是外人较可怜，才会挑工阮妈大家啊。咱着顺伊的意，安尼对伊哦，才是上好的啦。杨师兄，儿子。你今日哪一套早就来啊？你唔免上班哦。我今拜六休困啊。哎呦，你看啦，我住院哦，住到整个人拢变戆啊，连拜几拢唔知啊。你感觉我明仔过来时阵哦，我早一日留你。够真实的咧，唉。其实即马对我来讲哦，拜几拢无重要啦，上重要的是我当时会当出院啦。我即马，逐工早起一醒来，啊，目睭闭紧，我就咧想啦。若是医生来巡房的时阵，甲我讲会当出院啊，安尼毋知有偌好咧。是啊，是啊。啊，对啦。啊！拄则我伫门口口，我看到魏医师行过去啦，想去帮忙吼，伊安怎讲？伊讲切片的报告出来啊啦，确定是流感啊。出院了，阁要安排其他的治疗。爱做化疗是吗？有可能嘛，爱电疗啦。啊，刚果讲其他啥？啊，都讲要治疗啊，啊，哪个有啥物好讲的啦？啊，对啦，杨师兄，头早我要出门的时阵哦，顺便特别交代我啦，伊讲哦，这令哥啊，令哥真宝贝啦，吼，伊这两天哦，拢会食了。哎呦，啊，你买遮多，我是人奈食会完啦？袂啦，啊，这也无偌济啊。赶紧吃吃啦！啊，再无冰箱吼，紧吃了才袂歹去。你都已经买一箱迄营养品给我，那就搁开钱买吃的啦。哎呦，那安尼讲啦，啊，你是你家客气啥啦？你若吃会到哦，我嘛才会当放心啊。我今物下令过你吃，好吗？啊，秋江，无代志啦。我要甲你讲，迄令糕你下一粒就好啦。无我若无食完，伊会随翻乌啊。我知影啦，我先来啊。若毋是看伊病到遐严重，我嘛无愿意来。但是伊若敢革面抢予我看，我越跳就走。
食水果，伊嘛免想要效果啦。肿瘤开刀，根本人就好色溜溜嘛。大头，安尼两只脚痛到用要行袂叮当，我搬几下班车要来甲看，啊结果嘞，人凉死啊凉死，阁会晓去隔壁病房唱歌表演。真受够苦。这个人哦，为少年就爱顶英雄了，家己就要跋落去海啊，佮想要讲究，食到这老啊，佮遐尼无灵魂。我昨晚哦，一条歌编出来，啊唱咧唱咧，空嘴哦，煞袂听呢。我甲你教好无？好啊。安尼哦，你就会当练啊，吼。我辛辛苦苦拖这个水果拖到这来，你哦，若无甲我好好食，赶紧出院，你才甲我试看卖。哎，李尚啊，我刚才有听到熟悉人的声啦，我来看一下。好啦，无人做你啦，哈。你休困啊。好好好。什么时阵，你才知影好好照顾你家己？到什么时阵，你才会感冒？你敢知影？
你这条命比我比任何人拢搁较简单。物件都已经看好势啊，你有看迄人啊？杨师兄，杨师兄，杨师兄，啊，你是透早去巡房去看别个病人是无？无啦，我去甲几个熟识的病人讲再见啦，顺便去找医生甲护士小姐，甲伊说多谢。哎，啊，你哪个走来啦？我唔是有甲你讲，姚传甲春花今日会来接我，你搁走去抓？无啦无啦，我就想讲车都已经开到家己啊，我顺续啦，先阿姐来看一下。啊对啦，早起是医生哦，应该来过吼，伊跟我交代讲要特别注意啥。伊就给我摕两礼拜的药啊啦，啊跟我讲后一摆我回诊哦，就要去挂肿瘤科啦，安排化疗啦。哦，安尼啊。哎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即马哦身份无同啊啦。因摕一张给我啦，我以后来看医生，挂号费50块就好，嘛免甲别人做伙排队，有专门的柜台，安尼以后来看医生加偌紧嘞，破病嘛是有好处啦，哈。杨师兄啊，啊你迄张卡敢会当借我看一下？哦，好啊。你坐一下，我来便所啦，哈。哦好。师兄啊，歹势嘞！啊，我想想着讲，我咧个代志，我先离开啦吼。啊，我过两工才去厝内咧看你，安尼好不？哦，好啦好啦，哎，多谢你安尼常常来看我呢。莫安尼讲啦，小可代志，我再见哈。好，好，好。好爸。哎，拄只护士小姐哪有甲我讲？你医药费已经拿掉啊？啊？老师透早就咧等你，我也无来拿钱啊，哪有可能拿掉？啊！早起恁陈师伯有来啦，伊甲我借迄张重大的伤病卡去看，拢无还我，一定是走来拿钱啊。爸，这条钱哦，没有陈师伯出啦。小江师兄，哎，师兄啊，啊，你哪会来啦？我叫姚传开车载我来啦。哦，哎呦，今麦搁咧落雨呢，你搁今日才出院，唔着应该伫厝内底好好休困啊。你甲我借一张重大伤病卡，还袂还我，你袂记啊？原来是这件代志，啊，你敲一个电话哦，我就送去你厝内底，互你啊。你搁专工哦，行一撮。来啦，你先坐啊，我去提给你，好，来坐。杨师兄，来坐。啊，你早起替我拿医药费，我蛮幸运啦。一世人。我予命运抢去的已经有够多啊！即马敢若剩这条命，我一定要平平安安走出手术室。我剩的人生一分一秒拢袂当浪费，爱甲较长要做的善事继续完成，甲我这条命发挥上大的价值。直到手能撑起一片天。心够勇敢才
才寸步向前。荷叶上露水无言的泪，一片片枫红提醒着转变。时间不等谁，错过就种在心里的甜。每一个眼前，最后都会变成从前。我和我的影子说再见，我和我的昨天告别，谢谢他陪我这些年，每次蜕变都是成长的体验。拍拍肩膀，擦掉是非，一滴滴眼泪都是成熟。